乌克兰美女多，网民教路去留学。阿路阿图，我想住嘅地方。今时今日仲去阿路阿图，欧啦！呢一排除咗乌克兰嘅局势，首都几乎美女如云，同埋河北嘅男人娶到包饺子嘅性感靓老婆，都成为咗众人嘅目光同埋焦点。正所谓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。有网民羡慕之余，亦有网民身体力行教大家识乌克兰嘅美女升学攻略。乌克兰呢有好多国际知名嘅学府，毕业之后识唔到女朋友都唔紧要噶，攞住份毕业证书都可以四处闯荡发展。费用方面，乌克兰嘅学费同埋生活开支就较香港低啦，一年大约要两三万蚊港纸就搞掂。入学的要求亦都好宽松，唔使考试，只要面试嘅导师岌个头就得啦。不过最好都系学翻啲俄语先，咁样沟通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啦。网民更加温馨提示，签证喺有获学校取录之后先至搞都未迟，但系事前呢一定要了解每间学府嘅风气先至好申请啊。保证申请成功，否则悬银奉还。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乌克兰美女与否绝对没有包单写，网友随缘啦。